停车！停车！你要干嘛？手机借我。什么是手机啊？打电话的手机。打电话？这附近没有电话亭吗？啊？我给你1000，载我到最近的捷运站。什么站？什么站？ 停车！停车！干什么啊你？抱歉，如果不突然拦你，你不会停车。你不停车，我不知道这里多久会再来一辆车。你要干嘛？手机借我。什么是手机啊？打电话的手机。打电话？这附近没有电话亭吗？啊？ 你看我干嘛？你的安全帽呢？我们骑车从来不用戴安全帽的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台车这么旧还能骑啊？旧？我才刚买哎，哪里旧啊？刚买。 我给你1000，载我到最近的捷运站。什么站？什么站？载我到我可以看得到人的地方就好了。等一下，我为什么要帮你啊？请、谢谢、对不起，一句话都没有，我干嘛要帮你？等你学会什么叫做礼貌，我再来接你。不用担心，你有的是时间，慢慢学。 碰到一声，该不会是？是。啊！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，你把车停在这里干什么？啊？啊？找死啊！ 小姐啊，没什么问题啊。那个后照镜啊，龙头修修这样就好了啦。好、哦，啊，你要不要烤漆？不用不用，车子可以骑就好，我代步而已。哦，这样哦。啊，我这样算你1500啊、哦。啊，我会帮你全部修修到好，啊，你明天再来签车。好，谢谢老板。哎、欸，小姐，1500应该不很贵吧？你不要哭啊。不
哭了吗？小姐，你不要哭啦，应该很便宜吧？对不起，老板，我不是缺钱啦，我只是一时情绪上来了，我冷静一下。如果是钱的话，是全世界最好解决的问题。好啊，那一千五你付。我现在身上现金不够，你们收信用卡吗？信用卡？ Lisa 不是今年才进台湾的吗？这怎么可能会有啊？信用卡刚进台湾？不会吧，我都已经用了十年嘞。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从刚才到现在，我说的每一句话，你没有一句听得懂嘞。你是从国外回来的？难道不会吧？电话借我一下。那里。喂，警察先生，请问现在是民国几年？这位先生，你打电话给警察问民国几年，不如叫你家人送钱过来。78年，那不就是1989年？出生前一年。